之后的东西哈。如果我今天希望呢，再增加一些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我希望哈，可以有这些功能，大概会有六个按钮。那各式可以做哪些动作呢？一，好，全部清掉。二，乐透彩开奖。一键呢，就是怎么样，把这些全部都显示出来了。啊，另外当然我希望怎么样，可以帮我把这里面的排名，排名怎么样呢？如果是前七名的话，就帮我显示前面的号码。意思应该知道吧？那以前的话，你可能七啊，就把这个格式，把这个五前面这个格式。但是问题来了哈，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刚好可以做这件事情？那我格式化给各位看一下，格式化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如果判断一下，假如说呢，它的一栏里面的资料呢是小于等于七的话，把它前面的储存格式化。那当然呢，这个动作呢，你可以用两个方法，一个是用 VBA 来做，另外一个你可以用什么呢？常用里面这不用写程式的，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有个新增规则，但是新增规则里面呢，前面这几种都不 OK。只有一个叫使用公式来决定，可是问题来了哦，要怎么样可以刚好设定格式化条件？我的条件是在这里，我要格式化在这里，特别重要啊！以前是条件跟格式是在一起的，可是如果你要分开的话，要怎么做哦？所以两个方法啦。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也许哦，我是觉得好像 VBA 蛮简单的，它逻辑非常简单，for i 等于2到最下面一列。If 它的一栏里面的资料小于等于七的话，把它的 A 栏的格式变更。那我们前面有讲过嘛？有没有变更那个储存格的格式嘛？OK，底色的话是什么？Intero color 啊，字的颜色是 font 点 color，那颜色的话是 RGB 嘛？OK，那如果忘记你把前面的东西，那再回来看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。当然，你这样格式化虽然也已经蛮方便的，12号、21号、27号，可是问题还来了，这样也蛮麻烦，要卷到下面才能看到全部。所以后来哈，我们又想到一个，干脆怎么样，在这边多加一个栏位，叫做前七名。我如果刚好希望前七名的帮我列在这里的话，按下去，这样不就方便多了？可是问题要怎么样刚好可以把前七名的资料列到 F 栏，这个也是 VBA 啊。程式其实没有很复杂，基本上的话也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然后你要怎么样呢？如果如果这个里面是小于等于七的话，所以逻辑跟刚刚那个格式化一模一样哦，那就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放在这里，这里面的资料。放在这里，那要怎么写又比较简单哦？所以待会会跟各位讲一下哦。这边把它，就把它清除哦。那首先的话，当然哦，我们逐步来看啦。当然，这个后面这个 VBA，我们如果格式化这个用 VBA 来做，如果我今天呢不要用 VBA 做，我先讲不要用哦。那特别注意，以前的做法是先把排名部分先选起来。可是特别注意哦，我们如果希望哈。格式化的不是排名，而是号码的话，请各位注意哦，你先把 A2 到最下面选取起来。第一个选的部分呢，指的就是你要格式化的范围。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？设定格式化条件、新增规则。上面这几个都不行啊，反正哦，你会发现啊，最下面那个是最复杂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好像。印象中有用过吧？哈，在那哪个地方呢？好像在年历的地方有用过哈。OK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条件特别注意哦，你要告诉他说呢，如果所以先打一个当的话就等于当什么呢？当 A 这个储存格，好，所以它其实是帮你跑个回圈的，只是你要告诉他从哪个开始，所以特别注意哈，我要。跑的范围，当然我不是按照这个条件，我的条件在这里，所以这边是告诉他说，我从一二开始帮我跑，而不是从 A 二哦。OK，所以当一二，所以特别重要，这边打一个一二，意思就是从这边开始，
它的条件呢，如果怎样的小于等于七的话，哎，意思就是说哈，当这个条件满足的话，那就帮我格式化。才特别是因为我选的在前面，所以它格式化在这里哦，格式它哦，条件在这里，格式在这里，所以这个还蛮特别的。以后如果你遇到那种哈，你的条件在某一栏，你的格式在另外一栏的话，可以利用类似的做法来做哦。这招还蛮好用的，是不写程式啦，但如果你要写 VBA 的话哈，当然也是类似的概念啦，只是你要把程式写出来。那如果说你这个条件成立的话，那我把字怎么样改成红色的，然后呢把底色改成黄色的，按个确定，好，就类似像这样子，按个确定，好，你会发现哦，哎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。我已经把这个资料给格式化了，有没有？所以条件在哪里？条件在这里，格式在这里。好，OK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是设定格式化条件啊。然后我刚刚管理规则一下，就这一个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一把这个范围选起来，二的话呢，就是设定格式化，一定要使用公式来决定。那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是一栏哦，所以你从一二开始，那你只要告诉他第一个储存格，他会自动帮你把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一直到你选取的最。如果你选42个储存格，那他就跑42次；但如果你选的可能只有选5个，他就跑5次而已。OK，因为记得哦，一定要全选。那这个格式的话，就格式前面的部分。哦，那当然哦，另外就是说，如果你格式化完，你要把这个格式给取消掉的话了啊，当然你可以怎么样？可以。再从这边呢，把它什么清除它的整张工作表的规则，哦啊，当然，如果你要一键完成哦，你不会写 VBA，你也可以有什么录制句集啊。所以我航云端上有一个录制，录制的话，其实把刚刚做的动作录下来，然后变一个按钮，哦，这是方法一。不过我是觉得啦，哦，可能个人习惯用 VBA 的话，以后干脆。全部都用 VBA 了，你以前那会录制句集都是实在是没办法写不出来，暂时性的才用录制句集啊。如果会写，就干脆自己写就好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发现录下来的程式哦一大堆，而且录了好多哦，而且完全是几乎看不懂的状态。哦啊，如果自己写 VBA 的话，其实都可以自己控制哦。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先试一下，把什么呢？把排名部分哈，哦，啊最后。记得把它清除掉了哈，然后这个是方法，待会我们再来看这6个按钮怎么做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试一下。设定格式化条件哈，那如果说你今天的条件是在排名，要格式是在号码哦，OK 要分开的哦，那你如果要格式，所以第一个哈，你要格式记得先把号码选起来，然后设定格式化条件的地方哈。记得是用排名哦，所以跟他讲第一个等于一二小于等于七，那他会一直往下帮你走，好啊。其实他这个也有点像里面已经帮你跑个回圈的啦。你只要告诉他第一个储存格在哪里，他就会把你选取的范围。如果你选了42个，那他就会帮你判断42次哦。